脱不下来，脱不下来。明天应该会很好睡。今天晚上吗？一定好睡的啊！哦，我要赶场。是假的啊？那是不是一直在跑？用这一桶吗？我大煮了吗？那我们就直接杀到。到七点去买便当吃啊！七点，可以煮不煮啊？然后到七点买便当，再走回来嘛。我们可以叫外送啊，外送。我们现在半山朔溪途中，三分之一处而已啊，不远。有路灯，有路灯。用厨房哦。哪里的平台啊？他说你用厨房的。哦。哎，找地方坐，找地方坐。你们先坐一下休息吧。可立跟您坐这吗？是啊。你们找个平的地方还不容易。对啊。可耐。那边啊，那边比较是。带头营长带头票，就想就断了，然后就躺了两个月。谁想断？营长断了，长断了，营长断了。说弟兄断了还得了？营长超威的带头跳，跳之后带头就断了。然后他那个也很恐怖，就是怎样？没有，我还想说你先端着先下完，起来之后再看到的。哪户啊？老贺。哈哈哈这个就是有多少这样仓的 OK 了，没有，而且全大杂烩全下来，这样总就省事了。可是那个面不一样，相信他们不会在意这么多了。这样不好吃吧？好了，那还是不该煮。再把这汤拿去捞掉，点到另外一锅煮。哎，这不是大包了吗？这个拉起来之后就稍微一下降吗？哦，好啊。对啊，然后那一包再下，然后我们汤，所以完美。那就水就不用那么多了。我还要再把刀，这刀是正常的。等一下，我没看看。左边错边。打火机。我看日本那个什么野人。